第三阵吉南宫正月十六接灯节活动，伫今仔日早起闹热展开。庙方今年准备了十万外斤的麻油鸡、芋粿，也佮甜粿等等的食物，免费要佮民众来食平安。一透早约未九点，就吸引上万规个民众来个现场排队。不过人潮当中，竟然出现一位贼仔。好在在便衣的刑警早就安排伫个现场巡逻，直接将犯人来逮捕。今日一道吃灯酒的活动，在锣声响起了后正式开始。铁山镇指南局是来了大批信众，大家排着长长的队伍，就是准备领麻油鸡酒吃平安。当然来吃鸡吧，拢今日来啊！啊，漳州用车一台，拢一台来。我包一辆车过来。对，我朋友每年都来，他今年也有过来。对，我们只是没有这么多人看过，这么多人在喝这个鸡酒，很香，然后大家很用心，然后真材实料，然后保平安的。指南宫今年举办吃灯酒的活动，以2000多斤的米酒和10万公斤的鸡肉，搁聘请10多位中埔师，准备提供10万人次会当享用的灯酒料理。今年阮干啦，所用的鸡肉就单单鸡肉方面哈，大概10000公斤。但是嘛是有现场个虾的吼，到目前还在统计中，因为即摆要陆陆续续要人摕来滴搭车做工作的部分，所以这个鸡肉阮庙方准备的是10万公斤，那个公卖酒、公卖酒的酒一点点的，一点酒味而已，所以阮准备2000罐。未少民众一透早就来排队，工作人员一碗接一碗，唔那民众食了欢喜，当地摊商嘛赚了欢喜。那县内其实还有很多寺庙也一直在努力。在跟观光做结合，那另外我们特别感谢指南宫主任委员庄主委对整个观光产业的推动的关心以及协助，也让我们产业在这里的摊位每一年都有非常好的成绩。这是在人山人海中面，竟然出现一位贼仔，这位68岁老大人就趁着大家排队领鸡酒，成功偷摕9000多块。但是当场就被便衣刑警以及现场民众围捕，警方也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自身的物品，以免物件被偷窃，拍拍出来耍的好心情。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